但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真是美好的一天呐。我们露天集团离一家独大的机会，对不起，万事俱备，只欠登你好，我叫韩承池，在国外我有5年的 4A 广告经验，这个是我的简历，麻烦你了。抱歉，你可能不太适合我们。很遗憾，我们不能用你。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喂，帮我转告陆总，他交代的事我很好的执行了。喂，韩哥，之前你说的那件事有进展，谈判做吗？坐。爸，你好。你好，您的外卖啊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爱好，唱歌、画画。谢谢你。啊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您平时穿衣风格都这么随便？我平时都这么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妈。哎。我回来了。好。程池，你这送外卖，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？妈，你不知道，你别小看这个送外卖的工作。你看，这是我收集的资料，你看上面记载了客户的喜好，有他们的年纪。我计划跟阿东一起开发一个租衣 APP， 等我能赚到钱了，就把家里的房子给买过来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，妈给你做好吃的啊！谢谢妈。